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日前请来了金曲歌王萧敬腾献唱第二单元主题曲《孝感动天》， MV 的画面也首度曝光，除了有萧敬腾的金嗓加持，还能够看到歌仔戏小生陈雅兰以大胡子的造型亮相，可以说是相当的帅气。而陈雅兰呢也透露说，她跟剧中女主角娥皇的感情即将掀起波折，要观众拭目以待。今天的家宴，我准备了真澎湃，等下好好给你报一下。看到新上人回来，让剧中饰演姚娣二女儿女婴的林佩仪连忙准备餐点，而一旁的姚娣大女儿娥皇则用行动表达心意。你辛苦，这样的做，这不符我们父王对你的赏识和重要。一次坐拥两位娘子，让入席观众看了笑称，饰演男主角顺帝的陈雅兰恐怕很难平均分配和两位娘子的共枕时间。而最新剧情中，陈雅兰更首度挑战近20年来不曾尝试过的大胡子造型，也意外电晕不少戏迷。尽管官场路走得顺遂，不过陈雅兰也向戏迷预告，她和女主角娥皇的感情恐怕会掀起波折。而让戏迷和歌迷期待的是，剧中的主题曲 MV 也首度曝光了。由金曲歌王萧敬腾为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献唱第二单元《孝感动天》的主题曲，也让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直呼萧敬腾是新一代的忠孝节义代表。记者纵报道。